然后就觉得粉丝有点太冷静。其实我的粉丝一直都很冷静，有吗？没有。我真的很久没见到大家，然后可能这一年在台湾的作品也不是太多，希望大家没把我忘记吧。没有。好，所以今天特地来陪粉丝那个过圣诞，过圣诞节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最爱的节日就是圣诞节，所以我自己还蛮期待，就是可以跟大家见个面这样子，开心吗？开心。这次圣诞节有没有特别安排什么样的活动要跟朋友过还是什么的？我本来是有约了16个夏天的朋友我们自己过圣诞节聚会，可是因为伟宁在国外嘛，然后心如好像要照顾小朋友，那我们再看约个时间出来这样子。刚有说到最喜欢圣诞节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可能从小在马来西亚是夏天，那圣诞节一直给我感觉就是有下雪冷冷的感觉，所以我一直渴望有这样子的一个过节的日子，还有就是那种很浪漫的感觉，所以来到台湾够冷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对，最近心如那个新戏好像还蛮期待的。我的男孩吗？我昨天有看。我的男孩很好看，我觉得应该又会是他就是近期很棒的一个作品。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多多的支持。有没有看啊？有，真好看，是不是？端脑也要看哦。端脑有。自己打。有没有问心如说，哎，怎么这次没有来找你？其实有，我在，哎，可以讲吧？应该我在我的男孩里面有客串，所以之后会看到我，但不多，就只有一两集这样子。因为心如我觉得很棒啦，因为他一直会照顾我们16个夏天的，就是不管是16个夏天或者是他的朋友。就是一直会给予我们参与的机会。最近就是有那个感情的新闻，是不是觉得很乌龙？很无奈耶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讲，就觉得好像他们一直自己在制造这个新闻，然后又把这个新闻给结束了。那我只能够说我好像感觉自己又是当事人，又好像我好像又不是这故事里的主角，就觉得好像一直在编这个故事，所以也无奈，就是无奈了。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当明星就是很辛苦，这种事情会被人讲？辛苦，我觉得就是娱乐新闻吧，辛苦倒还好。你们想看吗？你们有想看吗？想看这样子的新闻？但我自己是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拒绝的一件事吧。可能就是我做这一行，然后也难免会被拿出来，就是被放大，或者去怎么说，写故事吧。但有得有失啦。粉丝这么听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窝心啊？不管有什么就是传闻，他们都站在你这边的那种感觉。很窝心啊，因为我一个人来到台湾打拼，然后一路以来就是从零到现在嘛，其实很开心，有他们一直的支持。那当我遇到这种新闻或者挫折的时候，尤其是委屈的时候，有他们一直给我鼓励，我虽然会躲在角落就很难过，但是看到他们的留言其实就是非常的暖，非常窝心。这次推出那个写真集，粉丝有没有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回馈？你说粉丝吗？对啊，几乎预购都被买完了，好像我希望说那个很快就有第二刷。二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给我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啦。那这次就是在书里面有写自己就是来台湾发展，或者是在一个别地方的那个演艺过程更大的，就是在就是在台湾第二个家，就什么？不是他不让我问我要写什么。好。因为我们时间长有限，我们问最后一题。好，那就主要是我第二个家，然后就在台湾嘛，然后我希望说能够将我所有的点点滴滴，还有我得到的、我失去的，都写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我内心的世界。